说到娱乐圈中的行走的编发教科书，造型百变的杨幂一定榜上有名。她在麻花特开心节目中的编发造型就很出彩，杨幂这款双麻花辫的发型自带少女感，在春节期间搭配有新年元素的服饰或是休闲装都不会出错。可甜可撒的杨幂有不少编发造型都值得大家借鉴，长辈看了也会直夸漂亮。杨幂的仙女款编发好评无数，耳侧编的蜈蚣辫若隐若现，搭配蓬松长卷发，不仅能够增加层次感，还让整个造型显得格外优雅大方。精致编发搭配双丸子头的发型别出心裁，再戴上可爱满分的耳饰，瞬间起到减龄的效果。打卡环球影视城时，她选择了双麻花辫与鸭舌帽的组合，甜酷少女在人群中依旧非常吸睛。杨幂的甜辣双灯笼辫造型也很圈粉，过年期间可以将彩绳换成红色发饰或皮筋，新年氛围感不言而喻。发辫非常紧凑或太过工整会显得有些刻意，因此在编发完成后要拉出一些纹理感，让辫子呈现自然松散感。另一侧的编发完成后也要重复上述步骤，不仅能够增加层次感，将靠近发顶的头发这样打理后还会起到显脸小的效果。最后用直板夹微微向外卷一下八字刘海的部分，青春俏皮元气满满的双麻花辫造型就完成了。女明星们的花式编发都可以作为你新年发型的灵感来源。在超有趣滑雪大会节目中，虞书欣戴上了新年红发箍，搭配双马尾麻花辫，变身鬼马精灵的甜妹。梳了双马尾辫后戴上一顶贝雷帽，就可以像赵露思这样甜美又文艺。说到编发控，肯定不能少了杨紫。之前她的短发编发造型就很受追捧，头发留长后她也变着花样编发，两缕三股辫隐藏在蓬松的波浪卷发中，既不突兀又很特别，时髦度瞬间 up。 Angelababy 的这款披肩公主发型只需在两侧上方各扎起一个小马尾辫即可，立刻有了活泼的学生感，长辈都不急着催婚了。